一包好一包，你背我的，你背我的，我帮别人背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那我们就要感谢你，帮你感谢我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跨没了，跨没了。哎，没有，我们是有交易的，好不好？谁带牙刷？我带牙刷，我牙刷不带了。我有带的。我有交易的人，不要这样子。那你请问你交易什么？我说我分他吃啊。可是你零食刚不是都拿起来了？没有，我说我分他吃泡面，然后帮我背。鱼也不带了啦，鱼也不带，鱼不行不带啊。背包整个背包都不要带啊。那我对啊，你整个背包不要带啊。改单工。我有点蛮想在成功山屋就扎营在那边休息。成功才不到5公里耶。就在那边休息，等你们下来啊。这到底什么行程？你们到可能我一休息就全部跟我一休息，没有要上去。有啊，阿兰他们才来上，你他已经大便，他已经那个取消。哎，靠！我帮你录起来了。神经这样狂话。这你干嘛？你要正面特写，正面特写。可以啊，你要去哪？嘉贞。嘉贞，你要大便了。嘉贞大便。300块，今天好在团集合喽。那边也可以啊，那好两个位置哦。前面两个，前面两个位置，前面留两个，这里一个，就三个。对啊，你们应该是可以。没关系啦，好，减少就是错误。不能按太多张，对。哎呀，阿奶，你为什么要走一个？他要去上面拍吧。就要去上面，没人帮他拍。对啊，那我们他去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出发，然后我们就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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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走了，走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应该是旅。铝不会容易烂掉。铝不会生锈，但比较软。敢在一个礼拜被业务追杀，操！公务人员也有业务压力，好烦。要做一个淘汰的棋子，然后呢，然后家人说如果我可以画，然后呢，你家的就有人讲说一天就可以画出来，然后在一个礼拜过去还没看到 logo。但讲一天可以画出来是阿达讲的，所以你家的一个礼拜超忙，所以你家捕鱼，对，我就对啊，超忙的啊。那家有人什么意思？他们泵不下改的时候，你会速度要再慢下。真的？那泵了，泵了。好，我要爬坡，都是爬，我一直爬上去。哦，等于高绕。对啊，还有一种高绕过来。高绕。哈哈哈哈哈。上班。好，哎，谁眼镜丢那里啊？我的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藏在这里。这样，这里啊。哦。你有这么懒？最好是会刮花吧？那代表真的是夜市。哎哎哎哎哎。代表这次夜市300块。放心啊，这样子一直抹，你快给我把它丢掉了。还在钓鱼啊？在钓鱼啊？你背12。
嗯。太湿了。怎么了？你觉得太重太轻？刚好。还是你想？我快13。啊！你为什么走不动？第一步吧。你哦，他怕了。可是我带跟你一样多。哎、欸，啊、你不是带很多啊？我就中程、羽绒啊。跟你一样，我是跟你一样啊。啊，那你怎么又重？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贵的？不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太重了，不高级。就可以丢到这边，是不是？那不高级，不行。其实远远看蛮漂亮的。前锋就是都是石铺，那个北锋都是石铺。谁在漏水？谁的那个在漏水？真的在腰了，哦，这路很直哦，都直接站起来了。这应该有六七十吧，有到八十，我觉得不到八十，六七十应该有，陡爆。对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。所谓话剧社的演技，我的屁啦！好美啊！我还不够高吗？哦，那另外一边是哪里？那边吗？那边的村落。那里远方有村落。有啊，那边那一堆房子没了。哦，有绳索哦。什么？还是以前北风可以从这边绕过去啊？这陡度真的走一步退两步。干，这真的没有开玩笑哎、欸，怎么抖啊？
这样要录影吗？那边的天空真的很漂亮，开了一个洞。如果那一座不是主峰，我们就回程。哎，这云很立体耶，很漂亮。在录你。做背包吗？全轻装是怎样？上坡整个高潮，到了。
对啊。上来了，好漂亮。这边感觉就是跟玉山北峰看玉山主峰一样，对吗？有点像。这边景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北壁下屏风山门牙，可以可以，慢慢走哦。下山的路比较危险。慢慢走就好。一路这样子走下来了，我们第一天到成功山花几小时？三四个小时。那么久，那么久吗？那才4K多，4.6。录你挖鼻子哦。对啊。我还特地剪进去了，然后当看片头。轻量化飞行山，会先下一小段吧，会先下一下，然后才开始上坡。回家了，现在1点，看能不能到4点半。不要是不是轻松走是不是？哦，不然你要进检查餐了。